墙上，写在墙上。他拿什么写的呀？大厦年久不修，它就会有停电的情况。密码我已经写在墙上了。夜光呢？啊，就要把它关掉，把它捂住，是吗？把它捂住。好嘞，捂住。能看见字吗？看对面。灯后边有字吗？把灯摸一摸。哦，说这玩意儿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哇哇，就有夜光灯，我的说吧，来吧，来照这面墙。好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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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103是吧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来吧，4103。对，把梯子吸了。又是黑的，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我的妈呀！为什么都是黑的呀？全黑，因为停电了呀。好黑呀！大老师，你在后边待着。大老师，你在后边待着。走走，咱们一块走就行了。来吧，走。我们去哪儿啊？我先把电箱找到。现在我们走廊里面有4个备用的电源。走。啊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一起喊出口。要不要唱个歌吧？我们一块唱个歌，唱个歌，这样就唱歌。对对对，那个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都不会那句。是，等会儿，听我说两句，咱能不能放个对象？我不能带最后一个。我求你了。不是，你这么着，你在中间行吗？然后所有人抱着你可以吧？然后所有人抱着你，我不就在旁边吗？来，这样，抱。为什么我变成了第一个？抱，没有，不是不抱，什么味道？邓伦，你看，他就看一眼，你是第一个，现在我被伦哥吓死了。哎呀，我腿软了，我这是腿软了。我不想走了，我不想走，我哪也不想去。没事。裁判，老百姓，今儿我真的真高兴。哎呀！鞭炮兵的爸爸怎么不好赢？不是，现在是怎么培训？我们要走到哪儿啊？我先把电箱找到。你现在那是不是有个亮的地方？那是不是有个灯？哪儿有灯？我根本看不见哪有灯。不要看，不要看就没事。这是一个。要这样是吧？对。然后就可以了吗？不是，得4个一起摇。来，我们留住手，一个人在原地。对不起，我要跟那个大老师一起走。咱俩就在这儿吧。我就在这儿了，我不动了。我们就在这儿。我动不了。下一个地儿啊，不行。咱们一块嚷嚷。不是。哎，不行。大老师，你得一个人一个地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5个人。因为有4个。对。得有4个人，就说明只有2个人可以在一起。对，他不在这儿，他不在这儿吗？那不行，那伦哥就一个人呀。我们那没关系。我不行，那没关系。我不行，我不。你是不是男人？不是。要不你们俩在这儿？不是，你们俩在这儿。咱俩在这儿等太长时间了。没事。不是，我。咱俩在这儿蹲着，对着，咱俩在这儿蹲着聊天，聊人生，来这儿聊聊人生。聊。我现在没有人生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马上要没有人。哎，咱一人喊着，咱得说说话啊！这什么？
别看我闭眼了，我闭眼了。不是，咱闭眼也不行啊，不能闭。别留我们俩在这儿了。哎，你们说点话，喊着点。不行，我不能跟他在这儿。首先，你们嗓门太大，你们听不见别人说话好吗？我们一直在说话好吗？谢谢你们。我们俩不能在这儿。这边往前还有一个了吧？还有，别！我的妈呀！不害怕耶。为什么要跟邓伦在这儿啊？你不跟我在这儿，咱俩就得自己一个人。那还是咱俩啊，你将就一会儿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太吓人了！我不能动啊，我不玩了，我走。不害怕耶，在我心中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场梦。哎，这有一个，好，这有一个。哎，这有一个，好。这一个，谁留在这儿？好。我跟你说，就现在在我们的正前方，是一个很长的走廊，在走廊的尽头有一套穿着红衣服的长头发。我低着头，我一直没睁眼，在走廊尽头，所以我们俩不能在一起。我现在全身都是汗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吧，这个走廊很不是这么着，咱们先回那有亮的地儿，咱们先回有亮的地儿。首先咱们先把那张纸看清楚了，到底怎么发电。对对对，要不然是顺时针是逆时针。是，我能问问你吗？刚才为什么闪的呀？因为我们找到了第二个摇把，我们摇了几下，它就出现了这个，可能就是找到第二摇把在哪儿？在那边，在这儿。我在地上，在龙哥拖着我走了一米，他拖着我走了一米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就找这个红衣少女了，是吧？他面对着那边，我是低着头在那儿拉着他，他把我拖了两米远。我主要是我看见那个人。你为什么要看呢？你就在他们找到之前不要睁眼。没有，因为突然亮了，我其实想帮你们找了一个电箱来。想太多。这样，我们先把电箱，我们先把电箱找到。你们俩现在这儿找一下。你这样吧，你们留一个，小蒋。行，我留着。你们俩先找电箱。为啥蜜姐？为什么蜜姐不留着陪你呢？啊，蜜姐也在啊。就是你们俩，不是你们俩，小贾功用很大。那个谁，他们合约都不差不多嘛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区别对待我们？大老师你安排吧，大老师你安排吧。走吧走，没事，没那么恐怖。我这咱俩等会儿再去。我跟大老师走，你自己在那儿吧。你别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求你了，不要丢下我。不是，先五个人走，五个人走。不是，先五个人走。来，走，别怕了啊！让我这边走，让我进来是吗？这边走，让我进来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个东西，你要去哪儿？这是个空旷的地儿，你要进哪儿去？能让我进来吗？进哪儿去？我找大老师。要去哪儿？大老师，我进来。这应该，这还有一个。这是第三个是吧？这是第三个。好，还有我们找第四个。好，第三个找到了，第四个在哪儿呢？这个有点远，我这没有了，应该。这条路还能往前走？还往前走吗？走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反正已经三个了嘛，找到第四个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不前进，永远解脱不了。哎呀！那儿亮了，嘿！这样，哎呀，我瞪你！我瞪你！
邓伦，你不会打不着对方打附近的人吧？他疯了。谁呀、啊？那有个人。他谁呀、啊？他谁呀、啊？那有个人。他有那有人。不怕不怕，不行，五个人怕一个人干嘛？邓伦，你闭上眼睛，你不要想，我连肚脐眼都快闭上了，我知道了，最可怕的是邓伦。我们说了好几遍了吧，就是这事儿。这节目，邓伦啊！我在你左右。不是。谁呀？哥，大姐。大姐，我错了，我全都给你。什么呀？你咋这么吓人呢？你那什么姐说什么呢？他谁呀、啊？他走了吧？走了。没有，邓伦已经出现幻了。不是，他就不让咱们过去了。他疯了。不是，咱一到那儿他就出来，他肯定不让他们过去啊。别吓伦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是邓伦太吓人了。是有点吓人，手要断了，手要断了。咱们先，要不先回去？那咱往后走。他刚才已经说胡话了。我说啥了？叫了一个什么姐，曼姐什么？不是大姐，我都给你。大姐，我都给你，要什么都给你。我钱都给就你怎么看见是个大姐啊？她长什么样啊？你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管人叫大姐？你说你都给他？你是以前被大姐欺负过还是怎么了？看他长什么样了？我没看清。是一个影子呀，这一个影子。但我在想第四个在哪儿？